长老法语。佛子菩萨摩诃萨发十种入金刚大乘誓愿心，何等为是？佛子菩萨摩诃萨做十念啊，念就是想啊，一切诸法无有边际，随便哪一方，随免一方，找这个法的边际不可得。为什么？毕竟入虚空，虚空有个边界，你可找吗？说这个时候啊，你把那个广大入法界，毕竟入虚空，灌到每一句话上，每一句话都是广大入法界，毕竟入虚空。既然没有边际，不可穷尽，那我就以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智慧，过去绝了过去，现在绝了现在，未来绝了未来，三世绝绝了，皆明照，普皆绝了，一法都不落，是为第一入金刚大乘誓愿寺，救护众生的大愿。说我当做的事儿，当做的事儿，就是我现行所做的事儿，愿愿皆是真实的，愿愿都是无尽的，这叫大乘的誓愿心。誓呢？是坚固的愿，咱一说誓愿，说我这个愿呢很坚定，就是加个誓，就是誓愿。不这么想想就算了，这誓啊，督促你的愿一定做得到，一定把它完成。菩萨摩诃萨有诸此念。又怎么想法呢？与一矛盾，有无量无边众生，这个愿咱们想不到。为什么？咱们的心的力量不够。咱们想咱们每一个毛孔，光想你自己每一个毛孔，不再想别人了，无穷无尽的毛孔。那每一个毛孔毛端上就含摄无量无边的众生，这观想咱们观想得到吗？有时没这个智慧，没这个心力啊，咱们想都是一点点，很狭小。这是金刚大寺院，坚固不坏的。嗯，这菩萨他想到，他一个毛边、一个毛端的尖上有无量众生，那这一个法界里头又跟好多众生，这数字啊，是无量无边、不可穷尽的啊。那这菩萨发大愿，我要把他们都度，让他成佛，都让他们入涅槃。前头是让一个众生都能够得到近三世的智慧，让他们都觉悟。那第一个金刚大寺院，现在这第二个大寺院呢，说是乃至于一个矛盾的无量无边众生，所有的众生尽虚空遍法界众生，我都把他们
度成佛，以无上涅槃而灭度之。这个愿就是无边无际啊，而众生无边无际，我的愿力也无边无际，把他们都度了，度他们成佛，是第二个金刚大乘誓愿心。菩萨摩诃萨有着思念，十方世界是无量无边的，没有界限的，不可限量的。我当以诸佛国度最上庄严，庄严如是一切世界，所有庄严皆真实的。要度众生得有个处所吧，咱们经常的念庄严佛净土，看看这十回向的菩萨怎么发愿的。他度生的没有一个处所不严净的，十万无量无边的这个世界都把它庄严的像极乐世界那样子。这菩萨发这个愿，说第三个金刚大乘誓愿心，愿众生成佛，说延长庄严佛国道。菩萨摩诃萨有着思念，念就是回向啊，咱不是妄想很多吗？有这么多妄想没有？打妄想的都打不到，你打打这些妄想吗？如果你打读了华严经啊，你会打妄想了，把那些个入幻抛影变成金刚，变成金刚寺院。一切众生无量无边，不可穷尽的。我当以一切善根，把我的一切善根回向给他们，用我的无上智慧照耀他们。这个愿大呀，这个愿大了。回向是吧，用我的智慧光明照耀着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，给他回向嘛。第四个入金刚的大乘誓愿心，菩萨摩诃萨有着思念，一切诸佛无量无边，没有个界限，不可穷尽。我当以所种的善根回向供养，供养的周遍的一个也不落，无有缺少。供养完了，我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我就成就无上正等等觉。供佛愿成佛，接着回向供养，供养诸佛。供养诸佛呢，就是愿意成佛国。佛子菩萨摩诃萨见一切佛，闻所说法，生大欢喜，不着智身，不着佛身，解如来身，非实非有，非实非虚，非有非无，非性非无性，非色非无色，非相非无相，非生但是也非灭，实无所有。人以不坏有，何以故？不可以一切性相而取着故。
菩萨见一切佛，即不取相，也不取性，一切无着。这时候生大欢喜，不做自己，我能见到佛，也不做佛身，为我所见到的，说佛身不是真的，但是也不是假的，非是非虚，佛身倒是有啊，倒是无啊，非有也非无，属于性啊，属于无性啊，非相非无性，非色非无色，非相非无相，非生非灭，实无所有，但是又不坏有，何以故？不可与性相而取着故。咱在拜佛见佛像时候，是不是也入世观呢？对，这一切无所着，这叫真空觉相，但是又不耐世事无奈，所见的所听到的一切不执着，无法无着，解脱自在，这就是广大如法界，究竟入虚空。第六，金刚大乘誓愿心啊，佛子菩萨摩诃萨毁被众生喝骂毁斥捶打捶打处灾，毁接手镯，毁割耳鼻，毁挑其目，毁击其头，都砍头啊，不是一切皆能忍受，终不因此生悔恨心，也不可说不可说，无央数界修菩萨行，舍诸众生恒无非舍，何以故？要菩萨以观察善观察诸法，无有二相，皆没二相嘛，心就不动难了，所以说舍身引苦，这就是引波罗蜜，说大乘誓愿心，但是你有前头基础，一切空的入幻的，那这众生的喝骂毁斥打杵空的呀，你被打杵的身是空的，能打杵的众生还是空的，广大入虚空啊，入法界，这还有什么能引不能引呢？这就是引入波罗蜜了啊！这接受无量劫菩萨修菩萨行的，对于众生的恼害，没有恼害的，没有能恼害者，也没有被恼害者，那一切诸法没有二相，心不动乱了，身上没有，又哪来个忍苦的，又来个忍呢？这样观想呢，这难忍不乱，佛子菩萨摩诃萨有所思念，未来劫，未来劫啊，未来世界无量无边，也说未来的时分呢，
十分处所一切的都无量无边。说无量无边就形容着广大诸法界，法界是无法之法，无界之界，心生的。说广大诸虚空，虚空中还有能隐，还有所隐，还有这些个相吗？没有。说这一世界这样行菩萨道，救化一切众生，那一世界都入是尽虚空偏法界，一切入世界都入是。这心里头有什么惊恐吗？有什么不为吗？那正得法性，认识法性。为什么这个观呢？何以故？菩萨为了行道，为菩萨道就是菩提道，发音入世，在菩提道上自言而言的发而入世。修行就应该这样修行，没有修行的修行，要趁真事修，正的真事理，这叫金刚大乘寺院。佛子菩萨摩诃萨有主思念，二度了三藐三菩提，是以心为本的，心要清净了，圆满一切诸善根。但是这两句话很容易了，但我们平常也都懂得了，心要清净，一切法都清净了，道理是懂。你说烦恼来了，可就不清净了。心里有时候明白，有时候糊涂，但是做不到，做不到。假使心清净了，一切善根都具足了，这时候在佛的菩提道，你已经得到自在了，心得自在，心得自在了，不就成了吗？说欲成而堕落三藐三菩提，随业即成啊，就是已经成了。要欲断除一切取缘，就断其缘起法啊，断了缘起而就归于性空，就是一切法都是缘起，缘起是性空而建立的，就性空缘起，缘起性空，住在一相道，住在什么地？真空觉相，真空随缘而有一切相，随缘而不变，还归于真空，不断不灭，不长不尽，这就是究竟佛菩提。以不极正菩提，何以故？为满本愿呢，众生还没尽呢，即是世界行菩萨行，所有一世界无一处不是菩萨在行菩萨道呢，说尽一切世界行菩萨行。菩萨行是什么行呢？化度众生啊，这就是菩萨行。这就是第九入金刚大乘寺院心。佛子菩萨摩诃萨知佛不可得，菩提不可得，佛不可得，菩提不可得，菩萨也不可得，
说一切法都是不可得，不可得就是没有啊，众生也不可得，是吧？能行菩萨道的心，心也不可得，而所行的行，行也不可得。过去不可得，未来不可得，现在不可得，一切世间不可得，有为法无为法不可得。这样才能达到寂静处，住在寂静处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个住，甚深住，寂灭住，无争住，无缘住，无二住，无等住，自性住，入理住，解脱住，涅槃住，实际住。再把这个柱子翻到前头去，就讲完了就，啊，入世住在寂静，住在甚深，住在寂灭，住在无证，住在无言，乃至于住在实际。一说住在实际了，一切法都没言说了，但有言说都无实义了。但是啊，还过来了，不舍大愿，不舍萨婆罗心。萨婆罗呢，就是一切字，或者翻一些道种字，就是一切字吧，但是也不舍菩萨行，还不舍教化众生，不舍入波罗蜜，不舍调伏众生，不舍成事诸佛，不舍演说法，不舍庄严世界，住得寂静了，还不舍这些个，恐不舍有，恐不耐有，有即是空，空即是有，这都是圆满话，菩萨大愿要舍了众生，那这些愿就没有了。不但不舍众生，还不舍一切法，不舍般若波罗蜜，不舍调伏众生，不舍成事诸佛，不舍演说诸法，不舍庄严世界。他可住在寂静，又不舍这些事业，双边啊，双边，这是善巧方便。前头那时啊，恢复他本来面目，注意性空，在底下就是随缘，性空随缘，缘起诸法回归于性空，何以故？菩萨摩诃萨发大愿故。称真的发的大愿，知道了的一切法相。大悲心呢更增长，为啥呢？因为众生不了，大悲心增长就度众生，让他们也了。菩萨虽积足很多功德，修了很多的众生，大悲心更增长。与一切众生心不舍离，就是慈悲，有智慧，知道一切众生空的、假的，度众生而不着众生相。这叫大智，不舍众生，这叫大悲，自悲双运。因为悲故，故念众生，本来这法皆无所有，那凡夫众生不知不觉，
那怎么办呢？我当另辟开悟，令他知，令他觉，宇宙法性分明照料，在法性上，就是智慧照性体，性体而随缘产生妙用，因为一切诸法难住寂灭，而以大悲心与诸世间说法教化，还没有修习，因为一有修习了，就不叫大悲了，也没有大智了。这个道理翻过大家就懂了，啊，修习还有什么大悲心吗？还有什么大智慧吗？那修习了不，那不舍了大悲了吗？舍了大悲，你发的愿那不是成了虚愿了吗？要这样，而云何是大悲呢？要是我先所佛的大誓愿，大誓愿是决定利益众生的，那个心呢，发大誓愿的心是利益众生的，要发集结一些助善根心，发难住善巧回向心，发出生圣身智慧心，发寒受一些众生心，发与一些众生平等心，做真实语，不虚妄语，愿与一切众生无上大法，愿不断一切诸佛种相，令一切众生未得解，今一切众生未得解脱。说现在众生啊还没解脱呢，一切众生还没成正觉呢，还没有具足佛法呢，那你的大愿也未满，大愿皆未满，怎么能舍离大悲呢？舍离大悲就大愿就满不成了，没得大悲怎么满大愿？是为第十入金刚大乘寺愿心。佛子啊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发十种入金刚的大乘寺愿心，要诸菩萨难住持法，得得如来金刚性无上大神通智。神通即是智啊，即指是神通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大发起，是为师。菩萨摩诃萨辅佐思念，我当供养恭敬一些诸佛，是第一大发起，发起什么的大愿。有所思念，我当长养一些菩萨所有的善根，是为第二大发起。这又说回来了，二十种金刚心呢，都得要先发起啊。发起了心才能生啊，发起就发心呢、啊。有诸思念，我当于一切如来涅槃后庄严佛塔。佛说我涅槃了，我把我的佛的舍利做佛塔供养，以一切化、一切慢、一切香、一切图香、一切墨香、一切叶、一切盖、一切床、一切饭而供养之啊，受持守护，彼佛正法。哪一个佛涅槃之后，菩萨都去守护的正法，见识舍利，庄严佛塔。说第三大法起，有所思念，我当调伏一些众生，教化调伏众生，令二道的三藐三菩提，令他们都得到二度的三藐三菩提，就是调伏众生正得无上正等正觉。说第四大发起，发起就是发心啊。